天天话题财经专栏由泛宇集团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注册财务规划师，同时也是泛宇集团的总裁胡正国先生。胡先生，非常欢迎您。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胡先生，其实我在看到我们今天要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小小的高兴，因为确实这个话题是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可能最少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买人寿保险的时候，其实这个当中我们想要问的问题是太多了。其实我们归纳起来也主要是说，一般人寿保险就像一个智能型手机，有不同的功能，不管是一部分是保障，还有可以做退休养老规划、生前利益啦或传承，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谈，主要谈的是说，一般从保障的角度来看，那保险应该怎么样选？然后呢，它的还有呢，大家很常常困惑的一个说，我该买多大？是，确实，该买哪一种？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是是是，只是呢，在一般来讲，为什么大家在这一方面的资讯比较少的原因呢？就是很多保险经纪人大概把保险当作一个产品在推销，然后在就于呢他所熟悉或他服务的公司里面，可能只有代理有些的产品。就举个例子来讲，我如果只卖Toyota 的 Camry， 我是不是只能推销 Camry？ 确实是。对，我就一直我的重点是怎么样讲 Camry 好，而没有忘记了 Camry 适不适合你。确实是。是，所以呢，当你今天来讲说，如果你能多代理多一点公司，然后呢，你可以帮客户做最好的选择，最重要的你要替客户量身打造。是，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我认为一个好的经纪人该做到的事。也就是说客户究竟需要什么，而不是说您的这个手上有什么样的产品去推销给客人。没错，我永远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任何的 financial planning， 应该是 by design 而不是 by default。 而不是也像程咬金一样拿个三斧头就往前碰到谁就这三斧头。出过打三斧头打完就没了。所以呢，每一个人因个人不一样的情形而做不同的设计。这是我常常一再强调的事情。是是，胡先生，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人寿保险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好，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我常常这样讲好了，大家来讲说，我用一个例子来看，假设你跟你的家人开了一个 One of Photoshop， 你这里面有一两台机器来帮你冲洗所有的照片。那你所有店里的收入都是这一两台机器产生出来的话，如果这一两台机器出了问题，对你影响大不大？当然非常大。好，如果这样的情形对你生意影响很大的话，然后这机器又很贵的话，请问你会不会替这个机器买一个 warranty？ 我想我会。不会啊？为什么？当这个机器出了问题了，它可以替换这个机器嘛？对不对？其实人寿保险呢，它就像这个机，就像对人的一个 warranty。为什么呢？当人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不能替换人，但是我希望替换人对家里的收入所得的贡献。我们常讲一句话，如果我是家里主要赚钱的人的话，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的家人必须住不同的地方，我的孩子必须去念不同的学校，他整个的生活 lifestyle 都是因为这件事而做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是不是应该对我的我的所得对家里所得的贡献买个 warranty 呢？所以真正从保险的角度来讲，保险就是对家庭收入的 warranty 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觉得是不是比较简单了？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产品。对。其实谈到这个人寿保险，我们每次都觉得说，好像现在的这个在市场上的人寿保险当中的这个种类，太多了。对，可能作为我们本身消费者来说，很难去理解到底这些种类到底都是什么。能不能请胡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其实，在保险里面呢，我真正大体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所谓的 term insurance， 就是定期保险。定期保险呢，就是所谓像消费型的保险，而在你这一段时间你需要保障多的时候呢，那你来买这个像汽车保险，你买保有保有买保险有付钱就有保障。是这一类的保险呢，有好处呢是什么？它价钱便宜。但是呢，它的缺点是时间长了，你尤其年纪大的时候，你可能变得很贵了。那有些人对这一类产品呢是需要做一部分搭配，但不能当做全部，除非你的预算有问题的话。因为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人
我们说我买健康保险可能有不生病的，是买汽车保险可能不出车祸，但你有看人没死的吧？这个确实是。所以呢，所以有人说定期保险是有些时候是它是必要，但是呢，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永远把temporary 的 solution 来解决 permanent problem，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定期保险它有它的优缺点。第二个呢，就是储蓄型的保险。储蓄型的保险呢，是说年纪轻的时候，在成本低一点的时候，我多放一点钱，扣掉成本了以后，剩下的钱去赚钱，就所谓产生的现金价值，所谓的 cash value。当年纪大的时候，我可以用现金价值的 earning 来帮你支付以后的未来的 cost。所以呢，我在年轻的时候能付多一段时间以后。不管这个时间可以设计有多长，那将来呢，可是呢，我的保障是终身的，所以这是两大类。然后呢，所以呢，再从这里面现金价值各种不同投资的方式再来分了。所以基本上第一类就是你要消费型的还是储蓄型的，然后储蓄型的再来分，储蓄型又根据它来说啊，这里面投资比如说一般呢，你是分红的啦，利息式的分红的啦，就所谓的whole life policy 啦，如果只是跟着外面的利率、短期利率有关系的，就是所谓的万能保单，universal life。那如果呢是跟市场了，像 mutual fund 之类的结合的话，就是所谓的投资万能保单。那这五十年比较热门的就是指数万能保单。指数。只是就是它是利息式的，根据指数拿利息的，根据指数拿利息，指数好的时候它多拿一点，但到可能到封个顶。然后但是换来什么，指数跌的时候不跌，所以呢它也是利息的是的好处，但是呢它有市场好的它可以多赚，市场跌的它可以保底，有这样的好处。所以呢每一类的话大概有不同的对象啊，那只是说现在指数型的是越来越普遍了，现在将近40%所以新的 life insurance selling 都是指数型的保单，40%，对，差不多了。所以呢按照每一个人的情形来做不同的打算。那我举个例子拿你来说了，你觉得你对你保，请问你保险是一个长期还是短期？当然是一个长期。长期的话，你对长期的投资你是很保守的呢，还是觉得长期的话你有点上下是没有关系，只要不要风险太大？我想应该上下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对，我常问一下，比如说你的 401k 里面的钱会通通放在利息吗？好，那对比较年纪大或比较保守，特别保守，可能选择利息式的，或者甚至还有保证型的，就是我付了多少钱，我一辈子有保障的，保底最重要。它是整另外一个保障。那另外一个人说，我希望回报很重要，那我希望回报再加上安全，所以指数型很重要。所以看情形，像你这样的话，我有一些传统简单的一些利息式的，我就不见得适合你了，因为它的价钱就会比较贵了，是，而且它回报可能 potential 回报会比较低一点，所以基本上来我很快的归纳一下，它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所谓的消费型的，第二类就是储蓄型的，储蓄型再根据你用怎么样去赚钱，在你的现金价值怎么去帮你公司怎么帮你去赚钱而分，你到底是跟着固定利息加上红利呢，还是跟着外面浮动利率走呢，还是呢你跟着市场走呢，还是跟着指数拿利息？根据这种，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形，我们会大概说，你是大概是哪一类人，我可能跟你介绍哪一类比较好。比如说你针对比较想要potential return 高一点，你一直跟他讲，哎呀，安全安全安全，好像就讲错对象了吧？是。可是你对很保守的人讲，我要回报回报回报，心脏病会犯了吧？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要因人而异？是。对，所以看最重要，先要了解你客户最大的需求，然后再来把不同的保险的种类介绍给你。是，刚才听了您这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在听过之后会了解这个到底在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需求是什么。是，非常感谢胡先生。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的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不要离开。天天话题财经专栏由泛宇集团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感谢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泛宇集团的总裁胡正国先生。胡先生，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是的。其实刚才在休息之前，您大概是帮我们简单的把这个目前的人寿保险分成了两大类，一个是消费型的，一个是储蓄型的。对。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问了，那我到底要买多少呢？好，
其实很多有不同保险公司有培训的方式，什么比如说 DIME 啊 DIME 的方式 Debt Income Mortgage 这些来 Education，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有点重复。我认为我最合理的是我常用的以前的常用一个方式呢，是我在1987年看了一本书叫 Charles Givens 的一本书，他说其实你一个人呢当他过世的时候，他家里大概需要他现在收入的75%。75%，他的家庭可以维持正常的运转。他 lifestyle 不会改变。为什么75%呢？因为少一个人开车，少一个人消费，少一个人吃饭，对不对？是。但是呢，你的 mortgage 还是不是要用？还是要赔。然后你孩子的教育还是不要，所以你一些开销还是有。所以呢，正常的话大概是75%。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看，如果一个年薪80,000的人，如果他过世的时候，他的家人呢，我们预计这样来算的话，80,000×75%大概就60,000块钱。那60,000块钱也就是说家里如果是有60,000块钱的所得的话，他可以维持正常的运转。那这60,000块怎么来呢？假设我有一笔钱，我这一笔钱呢放在6%的回报下，平均回报6%的回报下，每一年可以帮我产生60,000块钱的所得的话，那我的本金需要多少钱？是不是我拿60,000×6%，就是100,000了？是。所以呢，我们预计来说呢，这个人所需要的保障大概就在100万了。这个方法有没有很简单？是是，对不对？就是拿你的收入乘以75%，再除以6%，就是你大概所需要的。因为这样的话，你所以很多人可以算的话，我比如说120,000的话，我乘以75%。就是差不多90,000嘛，90,000以后再乘除以6%就是150,000嘛。如果这样算的话，大概知道，大概知道是出多少。你的需要做，很多人大部分呢，可能买的产品比较贵一点的话呢，大部分都说啊，你买20万、30万，可是真正的20、30万，在你真正有事情的时候，够不够？不够。对，所以我们这大概，我几乎大概放几乎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买保险的时候，真正从保险的角度都是保额不够了。因为真正来讲，能不能取代你的，能够维持你的原来的 lifestyle，本来 warranty 的角色是不是就要取代你原来的lifestyle？是是，有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在购买的时候想要买最便宜的，但是在这个想用的时候想要用这个最多的，这个时候就很麻烦。可是呢，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一般人的预算能不能买这么高？是怎么做搭配嘛？所以我们通常来讲的时候，下面一个最大一个重点在哪里？你要帮人家做搭配了。一个好的经纪人应该帮人家做搭配了。比如说我们问啊，你一个月大概可以负担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大概比如说他如果说600块，是啊，600块钱的话，我或者400块，或者800块，每个人是不是都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帮他做搭配呢？是应该是说哦。你如果你的预算是600块的话，我可以帮你配大概60万的指数型的保单，配40万的消费型的保单，我总保额加起来是100万，但是呢，我呢里面储蓄的部分有多少，消费型的有多少，这样子的话来费定你的预算，这样的好处你能够完全还是有一样有你的所需要的保障。但是你所需要的储蓄你也有了，如果你的预算是300块，可能我消费型的就要多一点了，那我储蓄型就少一点了，对不对？你做这样子搭配，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弹性呢。假如你的收入预算可以变多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做一点调整？你可以在这个储蓄型的多放点钱，或者你可以有甚至还有一部分的消费型的还可以把它转成储蓄型的。是，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未来的一些弹性。而在最重要，我还很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万一你工作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这样子来说的话，那是不是说你这储蓄型的里面还可以继续帮你付？你只要付消费型的就好了。所以保单有没有付费的弹性也很重要了。是是，这个确实也是蛮重要的。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看这个教练来讲呢，所以真正的来讲，从一般来讲，我们谈人寿保险的话，保障来说，第一个，你为什么需要保障？第二个，保障的种类有多少？是。每一种的优缺点是多少？第三个，你需要买多大？第四个，你的预算有多大？我可以来，然后呢，我可以帮你做搭配。
然后这样子呢才能知道是不是，如果从一个这样的解释下来的话，第一个你是不是知道你有多你需要多少了，是你也知道为什么了，也知道在符合你的预算我帮你配的是什么，是是，还有呢将来呢你可以做什么样的转换。嗯，是，这个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华人朋友可能在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觉得自己本身不太了解，就完全的让这个保险经纪来全权帮自己代理，可是有的时候可能保险经纪并不了解这个消费者本身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大部分的有些公司呢因为它产品有限的话，它只是推它自己有限的产品，所以呢这些产品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只是想把它自己公司它自己或者它自己喜欢的产品介绍给人家。其实在销售最大的一个重点在哪里，不是你喜欢什么推销给客人，而是应该看客人实际上需要什么，而怎么帮他设计。是，所以呢我常常在这边呼吁，我常常在我们教课的时候我也常常跟我训练我的 agent 就说，一个好的 agent 真的应该替客人量身打造，而且呢最重要的你要我也请大家就是说你要挑一个经纪人，说他是不是你能够代理很多公司，而且他对很多不同的商品都能够了解，因为这里面要包括什么，你如果定期保险哪些最好，还有呢这定期保险有没有哪些甚至里面有生前利益的，然后呢你的储蓄里面如果你想多存一点钱，哪一些公司income最好，哪些储蓄里面甚至还要带生前利益的，举个例子来讲，说如果年轻的家庭可能他的储蓄保险中间的一部分我可能会选择有点生前利益的，为什么，因为当他如果生病的时候，不是只有人过世才有问题啊，生病了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重大疾病啦，长期看护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呢这当这些保险呢能够帮他做这些通通帮他做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件好事，是，也就是我们消费者可能有的时候在购买的时候，如果发现您的这个保险经纪可能只代理一两种产品，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货比三家了，因为未来的社会呢你只代理一家可能很难做了，因为大家资讯越来越发达了嘛，是没有一家公司的产品它会有所有好的东西了，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没错，但是呢如果你只代理一家你只能用卖公司或的来产品，我们公司多大，我们公司多安全来跟客人讲，其实在美国所有的保险公司其实大部分都蛮安全的，尤其 A级以上的公司，因为它很多从制度上美国就有制度上来管制这些公司，所以在这一个方面来说大家倒不用太担心，而是实际上说你真正能买到适合你的预算而且满足你的需求的产品。是是，胡先生您看我们最后这个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我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消费者在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您给出的一个最好的建议。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今天就像我刚刚讲要确认几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是不是现有 warranty 的概念，是不是你就知道你为什么需要了，最重要的是说哪一类的保险适合你，是最重要，你有没有能买到你所需要的保障，在你的预算范围内买到你的保障，这个是最重要的。是是，今天非常感谢胡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是，那同时也呢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天天话题财经专栏由泛宇集团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